小姐你好吼，啊，今日咧，我想要甲你求婚，哦，拍摄我的台语不好，啊，我有跟你老爸说过了，你爸同意，你妈也同意哦，啊，现在就差你同不同意了啦哦，听看麦，听看麦哦，谢谢啦哦。我想要带你飞去巴黎，我想要带你玩亲亲，我想要送玫瑰给你，这辈子我会一直陪你。我想要带你飞去巴黎，我想要带你玩亲亲，我想要送玫瑰给你，这次我一定把你娶回家里。没有办法，我不想要回家，没听到你的答案，这辈子我不回家。你出来看我吧，我在你家楼下，你再不给我答案，我就给你闹自杀。家里。